暌违四年，游戏王世界大赛再次在日本东京举办啊！这次我跟陈晨瑶哥相隔四年，再次集结出发。在这次的旅程当中，有各种的相遇，还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大赛。究竟世界顶端是什么样的风景？我们现在就来出发揭晓。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宇照。今天呢，看到这个开场呢，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我跟这个姚哥、陈晨，就是 OTK， 然后以前这个 UPLAY 的成员呢，我们现在人在这个东京的日本。今天呢，其实是受到这个 Konami 的邀请啊，然后暌违这个四年哦，又再次集结来参加这个 WCS 游戏王 World Championship 世界大赛。那这次这个世界大赛呢，是暌违了四年呢才举行。那这次的办的地方呢，在这个东京台场的 Tokyo Big Side， 有没有什么感想呢？期待，好爽，没有错，看懂他们战术是什么，对，不会在那哦。OK， 好的，那我们呢也会尽我们这个全力哦，来去跟世界各地的不管是选手还是 influencer 来做交流，我们就先冲到台上 ，Go Go！ 我们到了晚上要来参加这个准备给这个全世界创作者的晚宴，酒，然后这样。哎、欸，对，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会跟很多的选手做这个采访啊。那这个其实他们比赛的前一天，相信应该会非常的有趣哦。在这里，我遇到了曾经合作过的朋友。カルビさん、一回ね、クロスデュエルでアンファーブ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ね。デッキケースですけど、はい、デッキケースです。もし買ったら、なんか遊戯王のモチベが上がくなる感じなので、まあそれ買ったんです。なるほど。メインデッキ、サブデッキ、まあこれはダイス。これはまあ私がなんか作るデッキ感じですね。これ一枚でまあ展開できるので、なるほど、はい、そうですね。是看到这个韩国的这个金钻啊，白钻。哥，好，看你了，好，尽力。我们选手佑俊，今天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算是游戏王的世界的这个晚宴，感想如何？高兴啊，终于在圆梦。想要去采访一下你，因为这次你算是这个亚洲的代表嘛。对对，想问一下，这个你第一次进到这个世界赛舞台嘛，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一直以来，我真的很希望我玩游戏王以来能进一次世界赛，这次真的是得偿所愿。对，那有没有几副是觉得打起来很稳，然后很猛？大家觉得最厉害的一定是拉比林斯，就是白银城啊。因为那其他的话，像是一四坏，实际玩起来那个牌的 power 还是很厉害。加油 ，OK， 好，加油，尽力加油，谢谢。听完了亚洲选手对环境的理解，我开始好奇日本选手对环境是怎么想的呢？世界大会の禁止カードリストは、OCG と GCG を混ぜて、ポピュラーリストなんですけど、世界選手はどのデッキが一番有利だと思いますか ？TCG の方は日本よりかなり厳しい。禁止のカードが多くて、まあ、その中でも、強いデッキってなると個人的に挙げられるので言うとラビリンスデッキ、ラクインデッキだったり、あとはティアラメンス、ラメンスですね、はい、だったりが、候補に上がってく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今回考えてい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们 Duelinks 的亚洲代表呢也出了两位，心情怎么样？非常爽，非常爽，非常爽，非常爽。OK， 对，过关斩将呢，才能来到这个世界赛的舞台。对，那这个也期待你们在礼拜日能打到我们决赛，然后在 Big 赛的舞台上看到你。好，谢谢，加油，对，加油，加油，加油。就在这时候，我们也遇到了四年前曾经访问过的选手。OK， 好的，大家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啊 ，Kosaka Kobisa， 就是魔镜啊。那我们这次呢，那个魔镜选手他是在 Master Duel 的部分。那我们针对这个 Master Duel 呢，其实也想要有几个问题来问问他。Kosaka さんは、Master Duel だけではなく、OCG 両方できる選手なんですけど、はい、そのマスターデュエルのデュエルについて一番苦労したところは何でしょうか？ OCG、TCG はマッチ戦、サイドボードがあるのでゲーム性が全く違うので、いかにシングル戦において勝率を出せるか、そういった構築をやっぱ OCG に比べると大事だなというので、ここはかなり考えて構築したりはしてますね。现在来到这个创作者的这个休息室啊，没错。那这个姚哥哥呢，他真的要参加这个十点要举办的这个创作者全国全世界大会。那姚哥哥拿的这一个牌组呢是什么？本命啊，
EXO SISTER。 你为什么会拿这一副挑战这个世界顶端？因为原本我今天世界顶端，对，我是交流，然后讲这个世界顶端，共秒里面应该会有大量用到墓地的牌组，所以我就觉得那种拿来 counter 墓地的牌组，这个是最好的选择。在他参加这个交流赛之前，要先考他的东西。自由时机点英文是什么？Free timing。 那我今天呢，等等啊，如果我会去打的话呢，我就会拿这个超强超强拉比云斯，几乎都没有被动去挑战世界顶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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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我也被这个海外这个威廉来邀请来进行这个交流。Hello, my name is William. I'm gonna beat him very fast. No, I don't think so. Exceed the summon. Oh, wow. Ah, three cards. No. You use it. No exceed the summon. No exceed summon. Nice, Yobi. Is there any phrase for calling Yobi in France? Excellent. It's the same word in French. William, excellent. Thank you. OK, 好了，那我们这次呢，跟我们昨天的这个韩国帅哥啊，这个卡拉米桑，超级无敌帅。안녕하세요예카라미학원의카라미입니다예반갑습니다예수고하셨습니다네반갑습니다고시는뭔가이치아스로WCS 2023的第一天呢，回到这个饭店，今天的这个预赛也已经打完了。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发现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世界赛的环境里面呢，白银城啊，拉比林斯呢，完全没有出现，人类完全没出现，完全没出现。欧美真的很多很多这种展开牌，超多，对，非常的意外啊，非常意外。好的，那我们就来再期待明天的决赛。OK， 好 ，Go Go， 加油。OK，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这个 Tokyo Big 赛里面决赛日的当天啦、啊。日常练牌就为了这一刻，今天世界冠军就会在今天出炉。没有错，在这之前呢，我们在会场里面呢，其实 Konami 有把这个主舞台跟这个 special 的特别的这个 corner 给分出来。那总之，我们就赶快继续带大家看看世界大赛。哇，镜头可以带到一下。那在这个棚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光是这个物贩的柜台就有50个。除此之外呢，这个空里面有举办一个 special 的一个 event， 就是我们 K 挑战式的大赛里面会出战的选手们。我们可以看这边镜头可以带到一下，这个是 Ulinks Master Duo 跟这个 OCG 都有出场。OK， 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已经要入场这个世界赛了。哇，好大哦！大的会场空间，好大哦！这就是世界级的实力嘛。哎、欸，这是不是比德国的那个荧幕还要大？这是荧幕比较多，荧幕比较多。对。ユーヨーワールドチャンピオンシップ2023開幕です。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舞台呢，它在准备这个 Duel Links 的比赛啊。个人觉得在这个场地打 Duel Links 实在是非常奢侈啊，姚哥你觉得？最高级的网咖，最高级的网咖。对 ，Two One Duel。World Championship 2023 Master Duel The Final Showdown 決勝戦はこちらの両チームの戦いとなります。
さらにトレードマークも出てくる。戻しても行く。盤面探しにしながらもハウフィスの融合効果。是真的泪珠真的太响了，泪珠真的是打不住。World Championship 2023, the final showdown.哇、wow, ，Oh my god！ 这个最终之战已经要开打了。那其实像这个日本的评审他们呢，跟我来讲哦，这次的这个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欧美天下，其实是因为这个区长在这个东京东京呢是被禁止的，再来呢这个墨雪平的被禁止一张，所以整个环境呢造成大改变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选手呢已经在戴上他们的耳机啊，全部人都非常的紧张啊。嗯你知道陨石对天球哇妈啊天球的丢的大哦你是不是吧そうですね一起ストライカードもはいこっからなんだここからあのデッキの動きをしていくのかこの選手はさあ这边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真的很喜欢玩游戏王，然后来到这个世界这个舞台，然后大家一起齐聚一堂，然后一起去分享这个游戏王的喜悦，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太美了。就是你知道，每次世界大家都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喜欢这个游戏的心情呢，其实是一样的。那因为有喜欢同样的东西，所以大家会很快就融入在一起，非常的棒。2023游戏王世界赛也到了尾声了，没错，就在这边，这是一场非常好的比赛，真的，这个每年来呢，就是为了感受这个现场，观众带给大家的那个热情。大家呢，如果还没玩过游戏王或还没入坑的呢，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这款游戏，不管是 Duel Links、Master Duel， 或是我们的这个 OCG、OCG TCG 或 Rush Duel 都可以。那今天影片到这边。那我们是阿布雷，我们明年再见了，明年再见了，拜拜。来年も頑張るんで。はい、ぜひ。しかもデュエル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じゃあ、そう。来年、来年選手でお待ちしてますんで、お願いします。頑張ります。頑張ります。